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34页，334页第七行最后一句，看起《华严经》有云：一切自在难思议，华严三昧是离苦。华严经上这两句经文一切自在，是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师他们的境界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41位，41个位次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处。这些人他们居住在18庄严土。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都证得了。所以一切自在它没有不自在的，难思议是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这种自在从哪来的呢？是华严三昧势力他得到的。三昧是梵语，也就叫三摩地。翻成中国文字正定正受，在这个地方用正受来解释容易懂。受是受用享受。什么是正受？正是正常的享受。六道凡夫享受不正常，
齐情无欲的享受。啊，为什么说不正常？所有享受的都是虚幻，不是真的。真妄，大乘用什么来界定它？大乘教里头，凡是不生不灭的，这是正常的；有生有灭了，就不正常。啊，心、受啊，重要是心。你看看，我们的心就是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叫生灭心啊。生灭心就不正常啊！啊，生灭心造成的现象，就是六道十八界，十法界。啊，十法界里的包括六道，是生灭心变现出来的。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真心能现能生。那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宇宙一切法，是自信。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所生所现，这就是一真法界。华严经上说的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，往生在那边的人生没有生命，整个宇宙的环境就是佛经上说出的万法，万法也没有生命，所以叫一真法界啊。在这个时候，一真法界就出现了，现在这个一真法界变质了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一真法界的变现，扭曲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扭曲了？我们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妄想是阿赖耶的业习种子。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第七摩那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生活在八十五十业心所当中。啊，八十五十业心所，它有能力把一真法界扭曲了，把它变成十法界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。六道跟十法界是这么来的。如果我们不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，那十法界就没有了。这叫转识成智啊，
转八十成四智，四智是菩提。怎么转过来？真的是大道至简，简单到极处，放下就转过来了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是化身大士。啊，十宝图现前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都没有了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了。如果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实在讲，我们对它无可奈何。为什么？没有感觉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要什么人才能发现？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全教菩萨，天台下的三乘菩萨，啊，就是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他们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他们没有出十法界，在十法界、佛法界里头、菩萨法界里头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。啊，这两样东西它断掉了。无明烦恼是起心动念，它有，所以它转不过来。到十法界的佛法界，尘沙、见思、烦恼同习气全断了。在十法界成佛了，天台大师称这尊佛叫相似即佛，六即佛里头他是相似即佛。他在这个位置上断无明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练习，练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他见到无始无明了，见到才有办法断它。啊，无始无明断了，十法界没有。十法界是唯识所变的，啊，这个就说明相宗讲的转八十成四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莫那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，所以一切自在难思议啊。
用什么方法转的？华严三昧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也是华严三昧，但是没有用华严宗的方法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一句佛号。华严有没有说？有。华严到最后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就这一句名号。所以华严到最后圆满归心净土啊，特别是在五十三参表法了非常明显啊。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得云必修啊，他修什么法门？波州三昧。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我们看最后一个一头一尾，最后一位善知识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你看一个头一个尾，彻实彻宗啊，就是信愿持名啊。五十三参表这个法了，要能把它看出来呀、啊。名号功德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。华严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，展开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回归来就一法，这一法就是信愿持名。这一法以后还有没有呢？还有。用这个方法用到极处，经中所谓的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跟有念跟无念化成等号了，平等了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。这个时候十报土不见了，十报土没有生灭，它有影现不同，啊，这个影现怎么造成的？无明烦恼断了，真断了，不起心不动念真断了，但是习气没断呢，习气不好断呢，见思的习气、尘沙的习气好断。为什么？它有相。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相，你要起心动念断它，你就往下堕落了。他不起心不动念了，
你起心动念，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三乘菩萨了，你退转了啊！所以他怎么断？不理他，不要去照顾他，随他去吧。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断掉了。用这个方法，多长时间呢？经上告诉我们，三个二生期劫。所以，三大二生期劫不是对普通人说的，是对初住以上、圆教初住以上菩萨说的。啊，他们破了无明的，无明习气不能破。三大二生期劫之后，习气自然没有了，他就证得妙觉如来。妙觉十报图不现了，由此可知十报图怎么来的，无始无明习气所感的。啊，他们见思尘沙习气通通断干净了。啊，只有无明也断了，就是习气还有，习气不能断。啊，大乘经佛常用酒瓶做比喻。啊，陈酒的酒瓶，把酒倒干净了，瓶擦干净了，真的一滴酒也没有。再闻一闻还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就比喻习气。那这个味道没法子办，酒瓶打开放在那里，放半年放一年再去闻没有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啊，它需要放多久呢？三个二十七节。啊，所以十报图的菩萨无量寿，三大三界无量寿，有量的无量啊！但是到等觉的时候，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了，他就圆满了啊！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，长吉光图现前。啊，证得妙觉果位，融入长吉光。啊，长吉光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慧能大师开悟，前面三四句是描绘长吉光，长吉光是法身，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梵语。什么意思？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这就是法身。法身没有相，法身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是从它所生所现啊，只要你转化十乘四智，你就住十宝图。这有一定的难处啊，不是我们想转就能转了，想放下就放得下了，不行啊。啊，真修真干才晓得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他有幸，他很幸运，他有这个福报，他碰到净土，对净土深信不疑，幸运之名，
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转世成智啊，转八世成四智，不是靠自己，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，它管用啊。什么时候转的？就在往生那一刻的时间。往生，你坐上了莲花，莲花是自信变现的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的。我们这里发心发愿念佛求生，七宝池里面就生一朵莲花啊，莲花没开，我们念佛功夫到了，往生的缘成熟了，这花开了，阿弥陀佛拿这个花来接引你啊。往生的人坐上莲花，莲花合起来了，佛把这个莲花带到七宝池，放在七宝池上啊，花再一打开了，就转世成智了。所以转世成智就在花苞里面我们要感恩阿弥陀佛了，这是阿弥陀佛帮我们的大忙啊！即使我们自己功力不够啊，过去造的业很深也不要紧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下下品往生啊，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，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虽有四徒三辈九品，但是它平等，不像其他世界四徒三辈九品不平等啊，设法界不平等，极乐世界平等。有这些阶级啊，但是这里面的菩萨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佛是平等，跟哪一尊佛？跟阿弥陀佛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，他看到十方刹土修行人的地位不平等啊，证得果位高的很少照顾地位低的菩萨，地位低的有自卑感，地位高的这有傲慢的感觉啊。虽然他没有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可是让三贤菩萨有会起这些念头，所以佛慈悲，弥陀慈悲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完全平等，没有这些外缘让你生起妄想杂念，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，十方刹土里的没有啊。
啊，只有这一家。所以十方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其实完全平等，哪有极尊，哪有王？啊，那么诸佛用这些方法，也无非是表法，激励我们这些凡夫啊。让凡夫看到了生两目之心，啊，其往生之愿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能大师告诉我们，自信是清净的，决定没有污染，永远清净。我们今天的自信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那我们天天讲染污，什么染污？阿赖耶染污，妄心，妄心有染污，真心没有染污。妄心是假的，只要你能够舍弃它，关键在此地。啊，你能够放下。我们常说，放下妄想，放下杂念，啊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就是啊。千经万论都是这样教导我。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老师头一天见面，他就叫我看破放下，啊，看破了解真相，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实相实相空，自性空，自性不是物质现象，没有物质，也没有念头，啊，也没有所谓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叫空。这个空不是物，为什么？它能现象，没有这三种现象，能现三种现象。隐现自在啊！啊，他们有起心动念的，为什么去感应？化身菩萨有感，他就有因。啊，化身菩萨证得究竟圆满了，这个相就引。就不见了。那么这个法身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原教从初住到灯觉这四十位子，就感得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实实真实，真实就是没有生命。十宝图里面的有情众生人，这些菩萨们不生不灭，无量寿啊，三个阿僧祇劫，这是有量的。三个阿僧祇劫到了，他提升了，融入常寂光，就变成真正无量寿。无量的无量，所以它的有量跟无量是接着的，衔接的，当中没有脱节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搞清楚。
搞明白，对经教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日常这个受用享受，看到三昧就要想到要正常的享受。什么叫正常？眼见色，眼在色尘里面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真实。跟化身大师完全平等，化身大师见色不起心不动，而闻声不起心不动，这真实过啊！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成佛了啊！就是华严讲的化身大师他住在哪里？住在华藏世界。念佛人住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为什么？都是不起心不动念，还有什么差别？啊，这样的菩萨也得阿弥陀佛化身的加持，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现报身。在同居土，在方便土见到的阿弥陀佛也是这个报身，这就很特殊了。我们在娑婆世界，在十法界里头人法界，六道里头人道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一道实现的，是应身啊，示现八相成道，住世八十年，讲经教学49年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完全是表法。啊，是不是真的？在我们这边好像是19岁离开家修行，30岁成道，是不是？这是舞台表演。实际上弥陀释迦9元劫前早就成佛了，啊，大经上佛自己说，他这一次到这边来实现成佛是第8000次，也就是到这个地球上来实现成佛了8000次了。啊，是来度众生的，在这个阶段。地球上有不少人根成熟了，根熟他就要用应身，少数人一个两个人根熟他用化身，啊，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啊，像虚云老和尚47岁那一年化身朝五台山，啊，就拜文殊菩萨。他从普陀拜到五台山，三步一拜
3年才走到啊！啊，3年当中2次生病，都遇到一个乞丐，找不到。啊，生病时候都在旷野，附近没有人家。啊，遇到一个讨饭的乞丐，乞丐找不到。啊，找一些草药，把他病治好。啊，这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啊，跟他住差不多半个月，身体调好了，他去拜山去了，乞丐不见了，走了。啊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又发病了，又遇到这个乞丐。啊，2次他们住在一起，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。化身。啊，虚老和尚不知道啊，以为真的是乞丐啊，到五台山去打听，他问乞丐叫什么名字。乞丐告诉他，说我姓文，文章的文，名叫吉，吉祥的吉，叫文吉。他说我就家住五台山，你到五台山去，五台山人都知道我。到五台山就问有乞丐，文吉有乞丐，没有人晓得。到寺庙里的时候，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，有人告诉他，那是文殊菩萨化身。那恍然大悟啊！啊，那么菩萨现身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虚老和尚一发心，他发这个心拜山，希望把拜山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。啊，妈妈过世了。这一念，文殊菩萨那边就有应了，他这个一动念头是感了，那就有应。感有心，应无心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他起心动念，他就变成凡夫了，都退转了。何况这些大菩萨，确实。果地上早就成佛了啊！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事先为菩萨弘法利生呢，圆满释迦牟尼佛。度化众生的大事因缘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华严三昧，就要想到我们真受，我们只要沾一点点边，就有好处啊。我们沾什么边？不要执着啊，不分别，我们都做不到。我们从不执着下手。啊，不要执着，这个身相。佛法修行头一关就是破身界，五种见惑断的，真小乘须陀洹果。虽然这个地位很低，小小圣，他是圣人。为什么呢？他不会退转，他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人道有期限啊，天上人间7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啊。所以须陀洹寿命到了则升天。天的寿命到了，到人间；
他不堕三恶道，他也不会堕到阿修罗啊，人天两道，其次往返。正得阿罗汉永远超越六道轮回，但是没有超过十法界，他生在十法界的声闻法界啊，四圣法界最低的一层啊，在这个里面他要断习气，就是见惑的习气，见思烦恼习气，习气断净了就提升了，辟支佛就圆觉了啊，圆觉这个果位上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净了，他提升了，他菩萨，十法界的菩萨。菩萨在他这个位置上要断尘沙烦恼的习气，习气断尽了，他在十法界成佛啊。所以十法界的佛，我们知道见思尘沙烦恼包括习气统统断干净，那么他要修的就是破无明，要断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断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十法界是假的，梦幻泡影，你在这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却没有了。那么醒过来什么境界？十八图啊，十八图现前了，十法界不见了。十法界有生有灭，都是念头变的啊，前念生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念念不断啊，念头非常复杂了，非常多，多得像尘沙一样，无法计算啊。所以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，十法界的佛，很像佛的样子啊。为什么不是佛呢？他用的是妄心，就是还是用阿赖耶，没有能转世成智啊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转世成智，十法界就不见了啊，一真法界现前，进入到一真法界，天台大师称之为分正即菩萨，六即就分正啊，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啊，真的是无量寿啊，永远摆脱生灭了啊。在那个里面修行的诸菩萨不生不灭，居住的环境不生不灭啊，人没有生老病死啊，树木花草没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，在极乐世界通通不存在啊！极乐世界虽然有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的人是法性身，凡圣同居土的一切万法都是从自信变现的啊，是法性，不是法相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好修行呐、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保障啊！啊，
持戒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持戒就是放下了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对于身心世界这些假象，再没有坦然了。这才容易超越。如果五欲六尘、财色名利、七情五欲还是放不下，能持境界没有放下，这变成人天福报。如果能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完全变成无比殊胜的功德，这个功德帮助你往生，提升品位。全在自己一念之间的。所以必须看破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知道一切是假的，对他毫无留念，不会分别。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成功了。这就是华严三昧，这就是念佛三昧。说什么样的三昧都可以。三昧是正常的享受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有何赞语？法界为心，名佛法语，以因行化，言果德相，令行住故，如此三昧。现见十方佛及佛土。那我们知道了，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在一生当中四次见佛，见极乐世界，他能不能怎么见到如此三昧？他要不如此三昧，他见不到。这个三昧就是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就是华严三昧，没有两样。修华严，无知六观，还原论上说的，就叫华严三昧。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叫念佛三昧，没有两样，三昧是一样的，无量三昧就是一个三昧。正常享受嘛，正常享受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都没有起心动念，大定自信本定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不动摇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自信本定，
我们现在回归到自性本体，无论用哪一种方法都一样，跟自性本体相应。见十方佛太容易了，见阿弥陀佛一点都不难了。圆公一生见四次，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绝对不止十次。我觉得他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十次以上，他时间长吗？92年吗？第一次跟阿弥陀佛见面，我相信他20几岁，的功夫成片，佛就在加持了。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？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事出世界一切法全放下了，功夫成片。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为你现身，你有这个能力，这是感，佛自然有因。佛印的这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的寿命。到你命中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往生，等于是极乐世界注册了，报名注册了，你的信心坚定，不会再动摇。这个时候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我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去往生，佛会答应，佛很慈悲。第二个选择呢，我延长寿命，还有这个寿命我还要继续努力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比极乐世界修行快，极乐是死这个时间难修，逆缘太多，你顺逆境界都能不动心，你有这个把握，可以在这里修，那么3年5载就可以提升到四义心不乱。事业心不乱，神方便有余度。事业心不乱，清净心得到了。再从事业心提升到离业心，离业心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需要多少时间？3-5年就成就，真快。所以我们估计海贤老和尚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，应该在什么时候？我的看法40前后他就到这个境界。寿命阿弥陀佛延长的，佛给他的使命叫他表法。表什么法？怎样做一个标准的佛门弟子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怎样做一个敬重阿弥陀佛的弟子？这一生当中决定的圣洁度，
满你自己的大愿来表这个法的啊，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，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他不会骗人，这个人是个老实人啊，一生没有说过假话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，身心世界彻底放下了，活在这个世间给念佛人，给念佛的人，给学佛的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从老人一生的心意，我们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再不会动摇了，再不会有丝毫怀疑了。啊，一个目标永远向前进。啊，我们的愿心坚定，不会再改变了。啊，莲池大师在晚年彻底放下，真正做到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，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。啊，你喜欢学哪一部经教，喜欢修什么法门，你们个人选个人多好。他呢，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，莲池欧耶大师著作都很丰富啊，晚年全放下了，一心念佛求真经的啊，得到究竟圆满的成就，这是祖师大德古圣先贤做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要能看得懂，要会看，真正看明白看清楚了，死心塌地绝无动摇。啊，那我要发愿教化众生，我不涉猎经教，无法普度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，这个说法也蛮有道理的，合情合理啊，可是你忘掉了，古时候弘法利生的人不是凡人，宗门没有见性，教下没有大开元解，不需讲解啊，大开元解就是明心见性，所以通通都要求大彻大悟之后才能讲经，才能教学啊，你的著作才能传给后世。为什么？真正是佛知佛见，现在没有了。我们上一代也没有了，上一代再上一代的可能有很少很少了，
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我到那里去学教的，去听经，不是学讲经，不敢了。老师劝我，劝我学讲经，劝了很多次，我不敢尝试。他办了个进修班，教讲经的，班上有24个学生，带我去看。他说你去看看。我这一看呢，才发现他那些学生比我高的不多，大多数都还比不上我了。他们都敢上台讲经，把我这个念头带动了。老师告诉我，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能力讲经，讲什么呢？讲注解呀。那注解讲错了的时候，注的人负责任，我们没有责任。所以这我才接受了，我才愿意出来呀。真正开悟了，讲的是自信，自信流露出来的，跟佛流出来没有两样。诸佛如来从自性流出，千经万论，菩萨也如是，包括罗汉也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不同凡夫。我们是凡夫，只能讲古人的注解，看得懂的讲，看不懂的念过去就好，没错。强不知以为知，要负因果责任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是正当的、正确的。那遇到净宗啊，那就太方便了。净宗绝对正确，绝对没有两样，跟阿弥陀佛说的，跟释迦牟尼佛说的不相同，劝人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哪里有错呢？决定没有过失。尤其是大乘所乘传的，学习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学习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看，自见，目标是在自己，自见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，再去广学博览。为什么？用经典，用古圣先贤的著述来印证，我开悟了，我这悟是真的悟，是假的悟。如果与经所讲的相应，与古大德的著述讲的相应，正知正见，没错。用它来跟自己在经里面的悟处对比，如果不一样，我所悟出来跟经上所说的，跟古大德著述里所讲的不一样，那就应当把自己的悟处放下。再加工永恒，那就说这1000遍不够，我再读1000遍、2000遍、3000遍、4000遍到10000遍，肯定有悟处出来了。念的时候，念经的时候，
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一直念下去，不要想经上这什么意思，那一句什么意思，不要去想，没有意思。唯有没有意思，能出无量意也。啊，到你用的时候，你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各种不同根性的人，你一因所说，大家都能得理，都能理解。这世界没有，科学里头没有，啊，古圣先贤里头有，不但中国有，外国也有。啊，穆罕默德不是中国人，阿拉伯人，他开悟了。啊，他能讲一部《古兰经》，他不认识字，他口说，别人记录。啊，伊斯兰教的根本大经，所以，啊，开悟不一定是佛经的。我读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开悟？难。啊，所以读书千遍万遍没有别的，就是把你心里的妄想杂念念掉，恢复清净平等。清净平等是真心，这就是三昧。真心起作用，就是智慧。别人不问你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般若无知。有人问你，随问随答，没有通过考虑，没有通过我想一想，没有。啊，自自然然答复出来，无所不知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如果我们读经，求句句段段都求他的意思，悟门堵塞了。你所学到的知识，啊，甚至于把经搞错了，这非常可能。啊，所以佛法是心法。要用真心去感应，啊，种种方法，总而言之，他一个目标，把妄心扶住，再功夫深一点，妄心断掉，真心现前的。啊，那么持戒就非常重要的，持戒帮助我们恢复真心。啊，从哪里做呢？无戒摄善。啊，佛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三种戒业，他把口业摆在第一，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。在一般大乘经里头讲的这个问题都是身口意，是这个顺序。在我们这个经里头不是的，口身意。啊，为什么？口是最容易造业的，从这下手。啊，口业清净，则身业清净。不盗，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身业清净。啊，讲求的是什么？念头都不生。真心净啊，啊，根是意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
贪嗔痴是三毒烦恼，贪里头最难断的情执啊，情执里头最难断的亲情，这烦恼的根啊，贪里面的核心要从这里下手啊，嗔恚的根是傲慢，有时候傲慢自己不觉得啊，要细心去观察，把傲慢的习气断掉啊，愚痴的根是怀疑，对自信不能怀疑，对圣贤教诲不能怀疑，对祖宗留下来的教训不能怀疑，怀疑，累积怀疑就是愚痴，累积骄慢就是嗔恚，累积亲情就是贪欲啊，你不能不认识他，真正认识他，远离他他障碍我们的道业，真正放下了，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没有障碍才能得到自在。真正持戒念佛，又持之以恒，永远不改变，我们会跟海鲜一样，常常见佛。这个事情不能说。如果见了，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耀，你看我都见佛了，你们还没见到常常给你看的佛不是佛，我变佛身来诱惑你你上当了为什么？你想想，贪嗔痴慢疑全跑出来了从这条鉴别佛为我们实现的，绝对不连带烦恼，我们贪嗔痴慢疑这个心没断，佛不现前。为什么现前呢？造成障碍，贪嗔痴慢疑真断了，见没有欢喜心，没有傲慢心，不值得向人道你看海鲜老和尚师父教给他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所以有人问老和尚念佛的境界，老和尚笑而不答，这就是大佛所以从那表情你要能会看，你能看得懂没有丝毫夸张这就是道在平常平常心就是道，仔细观察
在穿衣吃饭，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他的工作是农耕，点点滴滴你去看，细心去观察，妙不可言的，一句佛号从来不中断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度众生，众生的成熟实界因缘，他看得清楚。没有成熟的时候，别去动，不找麻烦。缘成熟了，很好教啊。修自己，自己修成了，得一切诸佛为神加持，众生缘熟，才能普度众生。所以度自己才是真正度众生，自己不认真干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获赞者这几句，我们要怎么去学习？法界为心，法界就全宇宙。全宇宙是心现的，真心现的，妄心变的，真心是自性，妄心是阿赖耶。这都叫佛华严，所以华严经也是相宗六经之一。它有六经十一论。以印行化了言古德相，这一句我们在海贤老和尚92年行业当中展现无疑。令贤住故，如此三昧。海贤老和尚入的是念佛三昧，跟华严三昧是一不是二。用念佛的手段叫念佛三昧，用华严直观的手段叫华严三昧，是一不是二。所以入此三昧呢，现前就见到十方佛，见到佛陀。为什么他能见到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他能见到极乐世界？我们就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人家见到了，一句话不说。这是我们要学的。见到之后，到处说。佛就不来了，为什么？着相啊，你退转了。着相是六道凡夫，小乘就不着身相了，你虚陀环不着身相了，身见边界，见取戒取，他都放下了，见取戒取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成见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看法，非常执着自己的见解，不能够合容他人见解，就是自己成见太深，非得以我这个做法，这叫成见。虚陀环没有了，
何况罗汉菩萨。又家乡所言，此三昧皆是法身。古人化言啊，实是壮实，这个三昧壮实法身，法身没有形象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，要细心去体会啊，有心去想它不行，越想越乱，距离就越远，不想老实念佛啊，念佛三昧现前，华藏世界也现前，说因此三昧庄严法身故，以上注释皆明华严三昧之意，其中何赞？所谓法界唯心，名佛华严。此表一真法界唯是自性，于此了达即华严三昧。啊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何赞人所说的法界唯心。为什么能大师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那就是法界唯心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全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那么全宇宙里头任何一法，乃至于一粒微尘，都是自信的。所以一静作气，气气皆静。所以你从体上看，它平等，它没有差别，相有差别，性没有差别，见性不见相啊，不着相啊，这是菩萨。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，性相两边都不着，这是法身菩萨。在一切法里头得大自在，这才是真正的圆满，这是真实的受用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一真法界唯是自性。啊。自信在哪里？变法界虚空界，随念一法，明白人点头，随便念一法，真诚到基础。用真心真实相，啊，如家乡所啊，家乡大师说，此三昧皆是法身啊，这要体会他的意思。为什么法身没有相？法身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通通是从三昧来的，
所以正受重要。啊，譬如我们吃饭，蔬菜酸甜苦辣咸，我们要是吃的时候利一切相嘛，即一切法嘛，啊，酸甜苦辣咸都不知道了，都没有了，算不算开悟？不算。为什么？你是白痴，什么酸甜苦辣咸都不知道。那他知道呢？知道你是凡夫，那怎么办？清清楚楚明明的智慧，如如不动，不被酸甜苦辣咸所转。啊，转什么？我喜欢这个，不喜欢那个。能够把酸甜苦辣咸看作平等法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心心识别，这真懂得了。啊，入到口里的时候，有没有产生变化？有，不是我们的变化，我们是随着物质，酸甜苦辣咸起念头，他不是的，他这里是生平等心，其喜悦相发喜充满，我们尝到的味道酸甜苦辣咸，他尝到是妙法，不一样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并不难懂啊。啊，饮食起居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不要挑剔。啊，老和尚生日，大家给他做了一桌素菜，他一口都没吃，这是不是执着？不是的，这是怜悯众生，做这个事情，啊，希望大家呢，把这种嗜好放下，恢复平常，平常心是道，教我们这个做的人没做错。老和尚的表情一生都是欢欢喜喜，只有这一次很不欢喜。啊，为什么？人走世之险道啊，会增长贪心的，贪心没有边际，那个麻烦之大。所以持戒要戒严，啊，生活越简单越好，养心。心好，身体就好，精神就好，啊，养心，不要重视物质，这个连现在的科学家都懂得，啊，最近的这一二十年，量子力学家提出来，
一心空无。啊，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。这个在佛法里头就是经上常说的，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都讲这个道理。啊，只要心善，只要心正，真诚，就能转动所有物质现象。啊，最贴近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我们生活周边的环境。这个道理，科学家到最近这十几年、20年才发现。那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现在人看不懂啊！啊，古人看不懂，为什么？古人心清净。现在人心的欲望超过古人1000倍万倍啊，这是事实啊。古人心没有欲望，随遇而安，什么都欢喜。啊，得到没有欢喜想，失去也没有悲伤啊，心永远保持在平静。啊，儒家虽然没有佛家这么严格，他有理啊，希望越接近平静越好，不要距离太远。因为如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他修佛宝人天佛宝，佛家是要修出离轮回，出离轮回一定要断，福不行要断。啊，那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超越十法界，那戒定慧太重要了。啊，古大德给我们说，三学一缘，佛法就兴旺。啊，三学是说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，教什么？教戒律。叫禅定，叫经典。那这三门呢？戒律成为一个宗派，佛的身就是清净身、平等身。那禅是佛的心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啊，教是言语，纯净纯善。教里面包括很多宗派，除了禅宗，除了律宗，全属于教下。啊，有显首宗、天台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。啊，净土宗也在里头，密宗啊，那包括小乘，中国在过去唐朝时代有居士宗、属于小乘啊，教下很多，宗门教下。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不能分的。戒里面有禅，
有教，教里面有戒有禅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通是世尊所传。世尊灭度之后，祖师大德有专弘一样的啊，所以三门这个三学顶礼了啊，这是个帅相，还看不到帅，为什么？大家都尊重啊，学禅的并没有说我禅最高，你们都不如。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，就衰了。啊，留下了自赞回答，这就不好了。啊，所以可以封口，像学校教学一样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学典籍全部都收在四库全书啊，四库全书就像我们佛教的大藏经一样啊，通通归在一起，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么分越往后分就产生成见，自赞回答啊，自赞回答那就是衰败的相啊。更严重的现在我们看到了，现在的话叫内部斗争，佛法叫起哄啊，一个道场彼此互相争论，彼此不服，这个佛法叫灭了。啊，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家和万事兴。”决定不能不和。今天世界社会动乱，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，你说多可怜多悲伤。我们是学了佛，感受比别人轻一点，啊，怎样能恢复到安定和平啊，像古时候太平盛世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只看到一个人，英国人汤恩比博士啊，85岁过世的，1975年，他85岁，晚年曾经3次到日本，他也到过中国。他一生研究文化史，他是个历史学家，偏重在文化。人非常慈悲，有智慧。啊，因为他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，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核武，他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。核武战争没有胜负，是人类自相残杀，自相毁灭。如何来挽救？他想的这方法是从中国历史上
得到的启示。啊，他知道中国周朝晚年，周朝八百年，但是五百年是乱世，春秋战国，民不聊生，人民痛苦啊。孔子生在春秋时代，孟子生在战国时代，啊，那么主权国家多了，很容易引发战争，为了利益冲突，啊，所以他就想到中国结束春秋战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在行政上真正统一，虽然寿命不长，只有15年，汉取而代之，啊，在汉朝出现过盛世，啊，那唯有统一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他就想到，今天整个地球要统一，核武战争就会避免了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同意？什么人来同意？他是英国人，用文化同意，用圣贤教学来同意。啊，什么人呢？中国人。80以后到85这5年，他的信心非常坚固。那有人问他，中国现在很乱的，在那个时代，他说不要紧，毕竟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，他会回头。他说这么一句话，为什么？一切法走不通了，回过头来一看，老祖宗东西现成的，啊，在他著作里头访问谈话，啊，报章杂志上都有刊载，讨论全世界的古代的文明，啊，他看到全世界的最优秀的中国，它叫东亚文化，啊，东亚是以中国为主，还有3个卫星文化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啊，他们在2000年前就跟中国往来，就学习中国文化，而且非常有成就。啊，他说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这4个要变成一个核心，同心同力，就能影响到全世界。啊，中国统一，中国人心量大，啊，在周朝那个时候就普遍能看到中国人对国家说的很少，一开口就是天下，啊，所以中国那个时候800诸侯统一成一个大国，就叫统一天下了，啊，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统一大一统，虽然改朝换代，文化没中断，啊，教学的理念跟方法没中断，这个非常难得了，啊，他的那些言论我们看了
帮助我们对于中国传统信心升起来啊，讲得头头是道啊！啊，称赞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啊，他们主张汉字文言文将来一定要变成世界共同的语文。如果好东西保存到后世千年万世，一定要用这个工具，这工具是世界独一无二啊，只有中国这种方法能够保存。他举个例子，譬如孔老夫子2500年的人，现在如果跟毛主席见面，言语不通啊，写字都能懂啊，都能懂的，这个文字好啊啊！中国地幅员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语言，但是文字统一了啊，语言不同，写出来的字意思完全一样啊，就希望将来汉字文言文变成全世界的通用的语文，世界语文啊。他说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迹象，他是英国人，我最近听说英国已经开始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通通学中文啊。有人问英国主管教育的官员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的回答，中文将来是世界语言，就像现在的英语一样，如果你要不学就跟不上时代了啊。印度尼西亚上个月开始7月全国中小学学生学中国的弟子规啊，正式列入课程，我们看了欢喜啊！啊，回教大学要开汉学院啊，校长也是印尼的，回教大学校长2次到香港来看我，告诉我这个事情。还要建一个四库图书馆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今天中午接待我们的市长，还有一位部长，有一位是国会议员啊，中午来访问我们，我接待他，中午在一起吃饭。啊，我希望图文把宗教团结起来，将来对于世界和平会有很大的贡献。三位都欢喜啊，这是好事情。中国的典籍真实智慧啊，四库全书大藏经，要认真努力专学一门，一门通了开悟了再广学多闻。为什么不费力气了，全通了啊，一部书翻几页完全明了啊。过去龙树菩萨开悟明心见性，他用3个月的时间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全部读完了。我们相信啊，你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发达禅师一生专攻法华，
见面向他请教。刘祖说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看过这个经，你念给我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很长的一段。他念到第二品《方便品》，刘祖说：“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”啊，人家学法华学了10年还没通，他只听了几句，他就明白了。讲《法华经》的大意，法大就开悟了。啊，这种方法来学，一部大藏经3个月够了。你看，你没有开悟学多难，30年你都学不到，开悟之后，3个月全懂。所以，中国传统教学，大乘佛法的教学，是以开悟为主要的目标，不开悟怎么行？悟从哪来？从定来的。所以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悟，这是佛法教学总纲领。我们走这个路啊，我们学一部经，学一部论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得定，一门深入，让心定下来，除这一样东西之外，统统放下。啊，开悟之后，再广学多闻，跟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希望我们同学，尤其年轻同学，啊，要多想一想。啊，真正能够接受这个方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智慧德相都是平等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